不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我们来到了烟台。哇，这海风来得刚刚好。对，哇，漂亮。小渔船。哇，我想在这个地方开一场演唱会。我妈她怀着我听的是邓丽君的歌，我应该也会给她唱《甜蜜蜜》吧。我想给我妈唱她小时候哄我的一个摇篮曲。给我外婆唱首歌吧。希望音乐可以作为疗愈所有生命的一颗种子吧。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看见不同的世界，更要棒棒的身体。欢迎来到我们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月在旅途》第二季第十一期。我们来到了烟台，然后我们今天迎来了几位新朋友。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涛。哎 ，Hello， 我是谭杰希。Hello， 我是张雨绮。白举纲呢？白举纲，北举纲，他每次都是晚到的那个。他忙吗？太忙了。他忙什么？他举纲，他把纲给举起来了。对，他很忙。这里一辆是，哇，真好看。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诗哦？它就是讲烟台的。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哇，新朋老友来相见，游山玩水吃海鲜。哎呀，前两句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后两句是谭杰希写的。我猜就是你。是那个吃海鲜，我就听着就不太对了。没有，要不然这戏你还是念吧。Why？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欢迎来到山东烟台，黄渤海之滨。本期大家将前往渔人码头、钢琴博物馆、烟台植物园、海洋之星等地，与三五好友在音乐中感受这座仙气飘飘城市的独特浪漫。哇，这海风来得刚刚好，正是时候。哇，小渔船，让白举纲再晒一会儿。哎，那是谁？哎，好巧啊，好巧啊！你们来烟台干嘛？是不是在录《月在旅途》？哎呦我的妈呀！走吧，我们从那边走吧，好深啊，往那边走吧。哎，走，哎，我去那边去，往这边走啊。阿姐，嗨，好久不见。Hello， 一起。你是不是晚点了？没有，我是提前来给你们踩点。啊，那你来接着说吧。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烟台，我当然知道渔人码头。哦，你们看，前面那是什么？前面那是海龟。海龟？对啊，有只大海龟。看到？哦，是，我也刚看到。小白，你不是刚来过踩过点吗？这一排都是一些介绍一下。对啊。陶姐，我刚才来，我就在这个亭子里踩了个点儿。哦，小浩。
下自己。大家好，我们是潜水乐队，我是主唱丑丑，我是吉他手李兆晨，我是贝斯欧阳，我是小号手童志达，我是鼓手小冉。其实潜水乐队是我跟我们乐在旅途的导演组请求，就是说能不能邀请你们来这个节目，因为我在那个网易上随机到了你们的歌，然后特别特别喜欢，我就说哎，这个乐队我很喜欢，能不能让他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终于邀请到了潜水乐队。谢谢老师们。然后他们的那个今年六月份发的一张 EP， 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还有刚刚你们唱的这个歌。好，大家好，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叫《冰川》，然后也是我们今年六月份心灵老师说的我们这张 EP 里面的第一首歌。对，然后我们六月发的新的 EP 里面一共有四首歌，大家可以听一下。他们的音乐啊，就是很神奇。虽然你看它是一张四首歌的 EP， 但是一首歌有长达十分半的时长，叫做《小揪》，是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好像小揪，就是你听不出来它有十分钟那么长，因为它中间的那些器乐和这个编曲。很饱满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应该是算试验通过器乐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吧，我理解的是对的。对的对的，对，特别好特别好。对，然后因为我有看你们那个 EP 的那个介绍，明白。对，所以也是很希望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跟你们一起玩起来。我们也特别希望跟心灵老师合作。耶，那我们刚好在这么美丽的这个海边，那你们的新成员已经带乱入的啊，乱入的，乱入的已经来了。哎，衣服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哎，刚刚你说你介绍你是成员叫，名叫志达啊，我是乱入的成员谭杰希。哇，乱入成员，很多年前就听过谭老师的歌。感谢感谢，您听过的是哪一首歌？女朋友要带回家。哦，哎，女朋友带回家。择日不如撞日，那直接来，你们就来一下，你们一起 free 一下这首歌呗。来都来了，对吧？来对，那他要带回家。来了 ，OK， 那给大家带来一首，就是2024版的《女朋友带回家》。这首歌是哪一年的？这首歌是2009年的时候的歌，十五年前的歌。哇，回家了吗？我正准备要跟大家解释，我21岁那年参加选秀，唱了一首歌，叫《女朋友要带回家》，时隔多年。很多人问我女朋友带回家了没有，很遗憾还是一个人啊，转眼妈妈都已退休了，家里的爸爸头发掉得差不多了，看着当年结婚的照片，还是爸爸转了。是爸爸赚了。20岁的我向爸爸取经，他说这方面要胆大细心，时常不经意地问我有没有女生，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漂不漂亮啊，别害怕，妈妈只是爱交朋友，你就当让她回忆当初青春的年华，男朋友也带回家给爸爸看看可不可靠啊，吃顿饭聊聊天也不错啊，你就当是上了一趟人生的教育课吧。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海浪声打得好好听，然后阳光从头顶晒下来，感觉今天录完节目就可以带找一位带回家了，是不是？哎呀哎呀哎呀，好了，这一趴完了，你们是不是想要换位置换一边晒？反正我要。来来吧来吧，换一遍。行行行，换一边晒。晒晒左脸。这样能均匀一点，是均匀一点，不然今天录完了大家就是黑白脸了。对。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你说说。就是你们的风格是比较统一的还是会。其实还蛮多人说我们好像每首歌风格都不一样啊。对，然后我们从最开始的 indie 的一点的独立摇滚，然后我们一直玩到现在，可能有一些纯器乐的后摇。明白明白。对，我也觉得这样的
音乐是更多能够专注于自己内心的，而且表达出来是可以更好的去和现场的人产生更好的连接的。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怎么了呢？你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早些年还年轻的时候，我就会强调我一定要做什么什么风格的东西。但一定要去强硬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已经把自己框在一个范围里面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拘泥于任何风格是真的很好的。谢谢夸奖。对，真的。刚刚老白也说了，你们不限于自己的风格，那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比如说趋势或者想法是什么？我们可能之后会做的更偏向器乐化一点。类似于生长或者我们的小啾，基本上就是器乐化会更多一些。通过音符去传达给人的共鸣跟词其实是不一样的，可能对能给人留下更多的你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一直理解的人生也是一种乐器。我特别赞同这个，我一直这么说，我觉得人生就是乐器的一种。所以这样的话你们这个主唱以后的活是越来越少了是吗？其实我也弹吉他。漂亮。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小浩老师，我脑海当中小浩里面有几段比较诙谐幽默的曲子，你知道这个没提前 cue 我呀。或者只有其他类似的，他有很多绝招，来几个绝招，绝招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好。别有一番风味啊。对，因为刚才提到了那个十分半的小啾嘛，这是我听到潜水乐队的第一首歌，然后非常吸引我，所以我希望可以跟你们在我们明天的路演合作这一首歌。哇，可以。期待。那我们就路演见啊。好，感谢各位老师，谢谢。辛苦。谢谢。乐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上一季是在临沂见的，对，上一季在临沂见的。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不只是我自己来，大家看到了这个王向老师。王老师好。我师哥他就是在烟台当地，对，我在烟台当地工作。小的时候，练唢呐，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后来呢，他就考学考到了烟台，我考学就考到了济南。我们20年没有同台了。对，哇，对，哇，这一上来还是那么默契。是啊，对，就快赶上上次临沂的我了。上一次呢我觉得还是不够过瘾，因为上一次呢我们能够参与的嘉宾可能有限。我们今天为六位嘉宾分别准备了一支唢呐，对，我们等一下试一试，自己挑开始，然后我们六位分两组。好，可以，最后要进行合奏。可以，我们只学两句，拉哆拉嗦拉，拉哆嗦拉瑞，就两句啊。但是呢在学这个乐句之前呢，我们想需要说一下口型和气息。口型就微笑的口型就可以，微笑，微。然后我们需要用一个什么气息呢？就是你往外忽然呼气的感觉，有点。对 ，OK， 我们需要吹长，呼，预备。OK， 非常棒，你试一下，太棒了。OK， 来，你试一下。你这个笑
真的是很尴尬。他说的是要包住这个地方吗？但也不要笑得这么对。对，好 ，OK，OK， 非常好，您来。哎，非常好 ，OK， 来，左手在上，食指在最上面那个空。你自己一对吧，要不，这个不能按住，对，按住，来，要按住，我们就按了四个口，我们呢只吹一个音就够了，这他们是主旋，我们第一声，你听我，先听我吹一下，就是，哦，哎，对了，我们现在是连续的去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对对对对对对对。吵死了！吵死！哎，我们成功了，现在学完了，陶姐走。关一下！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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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节目对我的耳膜不是很友好。全是物理伤害，唢呐狠还是黄子弘凡狠？黄子弘凡吹唢呐最狠，漂亮，漂亮，这是不是？唢呐是一时狠，黄子弘凡是一直狠。来吧，我们合一下，来准备啊，拉哆拉哆拉，来，拉哆。不是，我们是这样的，这是真的是你们教的，就这个、是的，我们是根音，但这样很不和谐，感觉和谐啊，我们是你们的根音，我们是你们的根音。哎，你这个唇彩，别动，别动，别动，你这唇彩，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拍一下，你别动。麒麟，咱们就一直吹着，来来来，对，就别放下来了，来，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老师和王老师，你们的孩子有没有在一起像我们这种导弹式的吹唢呐，有吗？是有的，有的，有的，都在学，都在学。人家哪是导弹式的学，人家是吹的比我们厉害多了。对，其实我们父辈啊都是通过唢呐结缘，对对对对，但我们这一辈呢又是通过唢呐结缘。孩子们还是通过唢呐解决。我觉得吧，这个作为传统文化，这也是一种传承。是，其实唢呐这种传统乐器呢，现在它的演奏的人群近几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所以受众人群也越来越多。对对对，是的，而且现在好多流行歌里面都喜欢加唢呐。对，我们作为唢呐的一个从业者来讲，我们希望也是能够把它演奏好，让更多人去喜欢它。对。刚才大家都考完了，对不对？接下来我和我师哥配合一下，好不好？好，好，来来来。哦，可以，没关系。
太厉害了，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当时我还想听上次那个，咱的临沂那个，滴滴啦哒啦滴。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OK， 跟西林跟各位来一个。这个通天大道宽又阔，这个是我们新学的曲目。嗯，来，一二，嗯。感恩老孙去也。咱们明天的路演，我想邀请张老师、王老师，我们再来合作一首经典的歌曲，好不好？好不好？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节目组也给王老师和张老师的小朋友准备了礼物。哇！哦、我们的龙母壮骨颗粒、哦谢谢，龙母壮骨颗粒相伴开启人生旅途，助力孩子骨骼强健，向着美好的未来昂首前行。好像进了一个恐怖密室，我们是要上哪儿找人啊？哎，我们要不要循着这个献给爱丽丝的声音找过去？对，杰西哥说我们要不要循着这个音乐？献给爱丽丝是谁在弹呀？有 NPC。这个衣服非常这个虫吧，真的有点，不是不是。是谁在弹啊？你们看得见他吧？我你说谁啊？我什么都看不见。这儿有个女孩，你们看得到吗？哎，涛姐，你去哪儿了？我找人。我这个角度看，他弹得好认真，真的很吓人。这个角度。等一下，灯在这儿，刚刚这个灯在这儿闪，应该要让我们看这儿。你看，哎，这里不是密室。小孩，回来，回来，这里不是密室。我们是要上楼上吗？我们要不要上去？走吧，上去看一下。咱们上楼看一看。OK， 走。哦，楼上有机器。哦，难怪难怪。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大家小心点啊！小心台阶。哎，楼上有人在弹琴。楼上也有人弹琴啊？哦，拉拉链，好听。哇！哎妈，楼上也是个姑娘，好吓人。拉拉链，哦，我好喜欢。然后他还在识谱，一边识谱一边弹，很厉害。所以我们要上哪儿找人啊？我们是要随着琴声找人吧？楼上是不是还有一层？哎，走！哦，楼上也有声音。我们要随着琴声找人，闻声而来。先是爱丽丝，然后是La La Land。哦，原来是这样。哇！妈，这也太黑了吧！哇，这个灯真的蛮吓人的。这里是主打一点光没有吧？不是，刚刚我看到一个人坐那儿了。哦，吓死我了！亮了。哦，开始了，刚说完，开始了。哇，钢琴王子。哇，钢琴王子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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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们上一季在临沂刚见过，对对对，哎，这也是我们今天来的新朋友，杰西，涛姐，你好，玉琪，哎，这钢琴怎么样？这钢琴就是音不是准，很准。应该都是因为博物馆嘛，它肯定都是有年代的，很有年代的一些古董。1935年的。哦，哇，这个快100年了。这还有年龄最大是1809，1809。这里有收藏了，应该有400多家。400多。对，但是陈列出来的只有121家。哦，那我们在这主要是要做什么？有任务，对不对？你是不是带了任务来的？对。我需要给你们讲解一下。
好，走，那讲解起 来走。就是这个博物馆呢，是2018年4月份，然后有的这个馆，它最特别的其实就是底下那四架自动钢琴，它是电动带动气流，通过那个小孔。哦，它是有个那种卷轴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看到了看到了。当时欧洲贵族不请琴师，就是琴师可能啊在忙。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卷轴放进去啊，他们就可以聚会了啊，对对对对。现在还能运作吗？能可以运作，展示一下，我看看。可以可以。再我们去看看吧。那我们去一楼看看吧。走。那个，西林，这架琴它已经装电池了，我刚刚看。哦。那它是怎么弹呢？它怎么自动弹？有开关吗？左边是吧？厉害哦。只要表演就可以了。哦，小白，你的技术进步了好多啊！我也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你看我闭眼，我还是可以倒着看。我可以用一只手指弹，弹多音。哎，它的原理是什么呀？你知道吗？我觉得跟八音盒可能很像吧。因为它那个，它因为琴键它不是后面都拉着那个弦嘛，那这些弦就是通过这些眼儿被拉牵扯。太厉害了吧！哦，这样吓人，吓人！炫技！它就是音符，就是那个孔，长短。Nice。各位还可以调它的速度，哇，这可以调速度哎，真的，像那个音箱一样。这是多少年前人类的智慧发明？一八几年？1893年，18赫。距离现在13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技术了。好厉害啊！咱们怎么重复播放一遍？有一个开关，哦，但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倒带呀。来，这个就是开关。哦，对，哦，再60，可以调吗？现在可以。哎，有点恐怖了哈，这样子就太慢啦。有感情，抑扬顿挫的感觉。对对对，有感情。你自己调一下呢。你是 DJ 啊，最早的。他是搓笛儿的。130年前的 DJ。看一下这80。100多年前就已经有电动的了。这卷轴太棒了啊！这边全是卷轴，这全都是卷轴，全是卷轴，对。想听什么就放什么，这就最早的磁带，对，是啊，对，最早的磁带，这种就属于。哎，而且那个时候每一个卷轴有写是谁录的，他都会写名字，就谁写的词，谁写的曲，谁弹奏的这个卷轴，还有他的版权属于这个 Jeff Brennan， 他都会有写。为什么还会有词啊？可能是有些是歌，哎，那个时候版权意识就非常重要了。版权意识 ，Fox， 哎，但我感觉这里面有就是当时的那些民谣或者什么爵士那些曲子应该都有，因为我刚看到有一个 I Love Hawaii， 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Hawaii， 对，那个时候的真的潮流歌，所以就是磁带嘛，那个年代的磁带，对。你看，过了100多年，我们有更先进的技术了，还是会被曾经我们用过的技术着迷。对。这斯特劳斯用过的一架琴，触摸了它，触摸过，你看这个多美。以前的，哎，这些工艺做的是真好，精致。它每一个细节，你看这旁边整个一圈。既然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哎，那我就别走了，对，加入吧，加入我们吧，咱们就一起玩起来，非常荣幸啊，好吧，好，嗯，走，那咱们下一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博物馆跟我玩，咱们下一个地儿，越在旅途由中国电信特别呈现，用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时刻连接卫星，拨打卫星电话，让旅途多一份安心。
今天我们先是张老师跟王老师他们俩二十年的友谊嘛，对不对？对，就是用音乐建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你们两个是不是也这样？哎，我们是拍戏认识的，但也算是音乐建起的桥梁。对。那怎么你就签给他了呢？因为我很欣赏他的音乐。因为我很信任他的人品。哎，我觉得这是找知音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们在一起知音多少年了？知音哦，好多年了，快十年吧。就是其实他写的每一首歌啊，我都很喜欢，而且他是那种比我更愿意在大家面前分享我的歌那种。我其实很不好意思自己做的歌，然后哎，快来听我的歌，我不好意思。他就是那种到处给别人听，然后我在旁边暗爽。好老板，好知己，好兄弟。音乐真的很好听。友谊的小船越造越大，你看看，友谊母舰。友谊母舰，友谊母舰。那你们有没有就是曾经很好的朋友，但是现在不联系的？我觉得是阶段吧，我觉得都会有，但是再联系又会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很多的情况，大家不可能经常见面，可能有时候就是真的是两三年都很少的联络，但是再聚到一块的时候，还是跟以前的状态是一样的。但好像很好的朋友，很有默契的朋友，就你也不跟他联系，他也不跟你联系，也没关系的。我经常是这样的，而且我有时候就是微信聊天聊天，聊着聊着聊着，然后突然间就断了。我的性格就是那种一直聊，我觉得会有压力，所以到某一个节点，可能就突然间断掉，哎，断掉。哎，我经常跟你发微信，你都不回啊？我经常，哎，你几乎没有回过我的微信，因为一回上海就要见面，对吧？哦，对，但见面他就跟啊，你跟我讲那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哦，对对对对对，那样。一年回复，一年回复啊，这个是的，这个有，这个有。我的手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所有通话，全是未接，全是红的。嗯，上一通接的是7月8号，可能是摁错了。两个月前，真的是两个月前。因为我是从小到大都是隔几年就换学校，换环境的，所以我就是慢慢的就生活环境就渐行渐远了。对，生活环境变了，一段朋友就只能在那一个特定的环境和时间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是，但是你一旦换了一个环境，就算你再硬去联系，也不一定能够再回到那种感觉。那你看你跟小白和老胡，你们现在就是算最有默契的。你看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贼有默契，然后平时就是谁也不爱谁的那种。他回你微信吗？不回。而且我们仨好有缘分，我们从去年我们约在旅途第一季在一起录，录完了之后今年年初我们又一起录了一个综艺，就是中间基本上隔了不到3个月之类的，我们就一定会见面，就是很神奇。对，所以平时就是更不发消息了，所以更不用发，对，就是没必要发消息。他拉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个人，我们能不能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三个词有点多了，那就一个词呗。一个吧。一个。那我们就每个人说自己右手边呗。可以啊，那从你开始喽。可以。形容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好玩。好，右边的呢？右边西林，哎呀，西林，青蛙，开玩笑，开玩笑，过分了啊！没有，西林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他是挺闹腾。我觉得西林其实是一个蛮有能量的人，然后无论是他的歌还是。他平时给我们分享的一些自己的东西，我觉得他是蛮希望把自己的能量传递出来的一个人。嗯，走心了，走心了，这个评价可走心了。有时候不是我希望，有时候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不就是吗？啊，好。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拧巴的人。嗯，拧巴。玉琪是一个。你跟他认识多久？其实第一次见他是2020年他入学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学校的我们博客一个春晚。那他在我这儿是一个非常有独特魅力的一个人，因为我非常欣赏他的音乐，他的原创，然后他的音色觉得很独特。对，那我可不可以重新补一下我对自己的评价？我以为你要补对我的，终究是错付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拥有独特魅力的。独立，独特魅力。原来独立是这样子。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过过过过。要捡石头了吗？哎，你打我。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飘渺的人，就我经常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啥，偶尔飘他一秒，就飘一秒，然后又回来了，就是恍惚一下。对，然后涛姐第一次见我，但我觉得是很有自己的磁场。啊，是吗？嗯，然后很温柔，讲话声音很好听。啊，是吗？谢谢谢谢。对，我脑子里的词也是温柔。啊，是吗？嗯。女人中的女人，雌性中的雌性。哎呦，我觉得很适合涛姐。是吗？嗯。天哪，涛姐特别会给情绪价值。小白输了呀！你看看，你看看，出去不要说我们认识多久。白举纲，我不是白举纲，我是黑拿铁。你是谁？黑拿铁。黑拿铁。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开心的人，不会有什么情绪波动的人，就比较稳的一个人。我刚想这么说自己。是吧，就我觉得很好像很少有什么事儿啊，或者什么人，或者什么大的东西就会让我很开心或者很愤怒。我就觉得一直都在一个这样的很稳的一个状态里，所以还相对比较稳的一个人吧。陈军，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啊、然后我觉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非常紧张一个人。不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看你在弹琴的那个时候，就是散发的个人魅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你年纪很轻嘛，你能够说把我们这几个特别那种很闹的小孩，然后突然一下就大家能够聚到一起，也是一种磁场吧。谢谢。而且他说他就为了刚刚给我们表演的这一段，他昨天一晚没睡，然后他下午去专门找的琴行练了一晚上的琴。不是，你就紧张，我这个人就是纠结紧张。描述一下右边的人。 要夸一夸咱们杰西哥，非常平易近人的帅哥。我感觉00后。平易近人的帅哥是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哎，对，你可以说点别的。太有才。且不谦虚。非常平易近人且不谦虚。杰西哥说说自己。到我谈杰西嘛，我本来想说我很纠结，我确实我也很纠结，但是呢我妈又还给了我一个希望的希，我觉得我是在纠结里寻找希望的人。哇，好深。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我可能会看到他悲观的一面，但是我一定会在里面找到我能够做的事情，然后尽全力去把它做好，大概是这样子。纠结是挺纠结的。我很纠结。嗯，特别是在做音乐这块。对，出品人这边就很包容我。哎，有包容心。是的是的。再来一个。这个有包容心是他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哦，好嘞。哎，我很谦虚的。你哎，我能说100个，我跟你说。哎，颜值温润如玉。哎，哇，又可以。又来了。嗓音声似清泉。哎，别出汗了。都不重要啊，都不值得一提。最重要的是什么？仗义讲义气。哎，这小白肯定知道的。哎，就他是那种他不会在面上说什么，对，但他会默默为你付出。他的朋友不多啊，我感觉他朋友真的不多，可是他一旦认定你是朋友，他真的会把你当兄弟。你会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兄弟如沐春风，什么事情都不是困难。哎呀，好会说。杰西哥你很杰出，很有才。老胡，夸夸自己快。哎，我跟涛姐刚才说的有点那个感觉有点像，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情绪比较平稳的一个人。嗯，来，就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他想等你夸他。他想等你夸他。夸你啊。白举纲怎么说呢？哎呀，我也好想说呀。白举纲，哎呀，再不说天黑了，我跟你说。哎呀，天黑了，我把你锁这儿。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非常热血的一个人，就是任何事情，他会给你的感觉是他有无限的冲劲跟精力。好，嗯，正能量满满。哎，来送你一个。哎呀，说得好。好嘛，谢谢你嘛。不客气，不客气。说得好，扔个桃子给你，这是什么呀？你让我快逃是吧？咱玩游戏，10根手指，我有你没有？哦，我有你没有？
我有你没有怎么玩的？比如说，涛姐，我没有留过长头发。留过长头发的都要扣一根手指，谁的手指先扣完，谁就输掉了。对，哦，来了，开始了，涛姐先来，来吧，来。那我很简单了，他来一句我有孩子怎么说？对啊，哎，也可以啊，这个也 OK 啊。对啊，我有孩子呀、啊。那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哎，你这样的，那没毛病，对啊，没毛病。这么说的话，我有成群结队的孩子，那肯定得是人类呀、啊。这样说的话，我的宠物也是我的孩子呢。我这样说，必须就一个，只扣一个，只扣一个，对对对，好。弟弟来，弟弟来。我刚才吃了蛋糕。谁没吃？啊，我也吃了。吃了。没吃蛋糕的扣上。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扣了？针对他。我不是针对你，哥。杰西哥，我戴了四年的牙套。哦，我戴了六年。输了。戴过牙套就。戴过至少四年以及以上。哈，来，没戴。牙套我没戴过。那扣掉了。反击的时刻。我做了近视眼手术。哎，我也做了。啊？你不会想针对我吧？该我了，我吹了两个月小号。哇，没吹过。哎，我只吹过牛。我今天穿了裙子。这么针对的，来。哇，哎，我这个算不算裙子？你这个，你现在剪开，我算你算。剪开，剪不剪？你现在剪，我算你找了剪刀我就剪。来，找剪刀。呀，开刀，开刀。玩不起，玩不起，我认怂。我吹过中国古笛，哇，中国古笛，哎，古笛我也吹过，你们那个算羌族古笛，骨头做的笛子算吗？算。白老师，我那也算。哦，那个算，那个我们都吹过，真的。我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吗？这个我直接七个都给你，扣掉了，扣掉了，扣掉了。我读了七年大学。哎、嗯，谁有读超过？七年大学的，清华北大都待过对吧？哇，清华，对对对，清华，对对，没有，我只是交换生来，没有那么厉害。然后加拿大，哇，了解我，了解我。我刚才有吃葡萄，我也吃了。哎，我也吃了，那个青色的那个是葡萄吧？对啊，那我也吃了。那你的皮在哪儿？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呀，骗葡萄。我吃过界明咽喉片，我也吃过。我吃了，西林你不会没有吃过吧？哦，我包里面有，我天天都吃。不仅是健民咽喉片，我还吃过龙目转骨颗粒。碧琪也吃过，你看看。吃过。好，我自己扣一个。何必呢？直接结束一部分人的游戏。来吧。我是越在旅途常住。我先走了，哥。走，我们一块走。你不是走，你还有三根呢。那你先走，我先走了，我先走了，我去等你了。好过分啊！没事儿，习惯就好。可以一起。哎，几个没了？我没了。我也没了。玉琪。我跳过。我跳过。七米的水。跳台，七米跳台。悬崖。小悬崖。哇。七米啊！我今天有带吉他。我今天有带眼镜框。没了，我剩一个。你今天你们没有带啊？你现在，所以我扣了呀。我刚是夜呀。恭喜老胡、西林、杰西获胜。啊、对，这特别像庄园，不像植物园。对对对，对吧？植物庄园。哎，我感觉这不像，就是我印象中的，因为我印象中植物园都是会贴植物的那个名字，封闭式的，嗯，封闭式的，对吧？是哪个科哪个科？它植物园里还有湖，而且在户外有一个湖，这特别好。大家还在湖里面踩船玩，
他那还有天鹅呢，这么多。哎，青山书生郎，妈妈菜月客在行云送天台。哎，那有人。观苍兰，唱起潮又落句，八方仙人 rapper 蓬莱，琅琊台山听风吟，一波云天的壮士们举杯把酒欢，肝胆相照，欲乱城内那琥珀光，古今悠扬传遍四方，再别风华卷和英侠，千古佳话任凭诗酒香茶，包罗万象，一封我脉流长，圣剑智慧赴边疆在这盛放，待你功成归来，再次踏上土地秀，那是远方飘过来的美酒香。欢迎来到儒家风范，传统千古，礼乐绵长。齐鲁大地，名山大川，巍峨耸立，我们扎根在这片土壤。齐鲁大地，齐鲁大地，孕育的全部都是古道热肠。齐鲁大地，居蓬莱阁，要看着岁月波澜壮。呀呀呀呀！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老师好，老师好，啊，谢谢，谢谢各位老师，我叫黄成龙。哇 ，AKA 零人祭酒，让听了我的 hip hop 和我的课，绝对爱不释手。哇，职业是一名老师，然后同样呢，也是一名音乐制作者。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植物园里面相见了呢？首先啊，刚才我来到这个地方，特意的制作了一首这个关于这个山东的歌曲，刚想必大家也写的，哇，这个鼻子这么快就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听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对，齐鲁大地啊，齐鲁大地，对，今天也欢迎各位老师来齐鲁大地上做客。那么我先有第一个问题想问各位，先来问题了，我也在黄老师提问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好，你说说，黄老师，您刚才说的后面您的那个那个什么什么，您的名字那个什么？名号啊，名号叫做零人祭酒。零人祭酒是啥呢？怎么写？怎么说啊？这个名字可能读起来有些拗口。零人祭酒，这个零人呢？是拗口。对，这个。啊，这个零人就是古代的一个职业，算是。那我们可能听过一首歌，他也叫零人啊，他是古代这个唱戏曲的。哦，是那个一个令，两个一个令，一个羽，羽毛，一个单人旁加个令，加个令，单人旁加令那个。零人啊。然后他延伸到我们现代呢，其实就是做戏曲的，或者是坚持做中国风的这个音乐人。明白。当然到我这里，我稍微修改一下，我的零是这个一个令，就你说那个令，加一个羽，加个羽。哎，对，就是飞翔。哦，飞翔。意思就是我在一个坚持做国风音乐，然后。慢慢这个飞翔，哇，寓意很好。对，然后第二个叫做祭酒，祭酒，对，祭酒是什么呢？是古代的一个学官名。古代最高的学府，我们把它叫做国子监。国子监，对，然后国子监中的一把手，它叫做国子祭酒。国子祭酒，对，所以看伶人，它是我的这个音乐理想，算是。对，然后这个祭酒，它算是我的这个教育理想。哎，很好，教育理想，对，所以结合在一起了。很有意义，很有意义。不愧是老师，哎，是什么老师？刚刚您没说。对，黄老师是哪一个教？让我们猜一猜。哎，这就是我需要带来的第一个问题。语文老师。我觉得肯定是语文老师啊。有没有可能是历史老师？历史老师，哎，有可能。有了第二个答案，有可能，有可能。哎，好，现在有两个答案啊，一个是语文老师，一个是历史老师。那我也猜一个吧。刚刚我物理老师这么的有才华，即兴的创作，我猜您是体育老师。哎。为什么即兴创作能和体育老师？因为你身材很好，练得很帅。好，那现在有三个选项啊，我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我呢是一名语文老师。耶，齐明一下答对了。瞧瞧，瞧瞧，您教几年级啊？高中。中学、高中。对，我是教高中，教高中语文的。哇，那好厉害啊！很厉害，很厉害。对，因为我和我的学生们其实相差的年纪，他也不是特别大。是。对，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校园里吧。他们称呼我为老师的这个称呼，其实也一般叫龙哥啊，猜得很对，龙哥你好啊，谢谢啊，一般都叫哥，然后我其实更多的是跟他们打成一片那种感觉，亦师亦友的感觉。对，首先就是我和学生们刚才说的年龄相差不大，对，如果说采取那种很严厉的口说耳听的教学方法，其实是很不讨学生喜欢的，对，所以我做的就是想让学生在某一个领域之上，他对我有些崇拜感，有些崇拜感，绝对崇拜，对，他就喜欢去跟你学习这个语文，而且老师可以把语文跟音乐相结合，对，其实这个歌曲和教学，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下来的这个教学方法吧，算是个啊，因为语文这个学科它相对来说可能枯燥一些，大家回想到自己小时候上语文课的状态，对。
背小时候确实背课文挺痛苦的。你像以前，如果我知道有《知否知否》这首歌的话，那可能当时背课文也简单一点。老胡说的对，对，应是绿肺红芍，红芍这个东西。绿肺红芍，绿肺红芍，你就想要吃的。绿肺红芍，对。那我刚才这个胡夏老师他提及到了《知否知否》这首歌，他已经火遍大江南北了。哎，好，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哎。唱歌啊，我们唱这个古诗词是很流利的，是对吧？哎，这个很悠扬的唱了出来。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啊，此时此刻让胡夏老师用陈述句，把这个知否知否念出来啊？对，哎，给他。你看，您念你就会变成驴肺红芍。哎，驴肺红芍，驴肺红芍，给他念出来，哎、不要太生。你是驴肺红芍，你说。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应是绿雀道。啊，哎，海棠依旧，海棠依旧，海棠依旧。哎，怎么又念的我就不会了？所以说唱会容易记。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你得唱出来，你才知道。对，你看这音乐和古诗一结合，好像就好背了。哎，发现了吧？那么最后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知否知否》歌曲的副歌的那首词，它的标题叫做什么？如梦令。哦，我有。昨夜雨疏风骤。确定吗？确定。厉害。如梦令。确定是吧？那它的作者是李清照。李清照。李清照是吧？嗯，所以我希望能把我的这种教学方式，还有我的歌曲，能够更多的哎影响到这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好，谢谢老师吧。谢老师，辛苦辛苦。辛苦。哇，这个地方好大哦，来到泰坦尼克的感觉。这个不是泰坦尼克，这是烟台尼克，这是海洋之心。哦哦，欢迎大家来到海洋之心。耶、yeah ！哎，这还有一个那个滑水梯，这是游泳池，水上乐园。哎，这个叫什么之星来着？海洋之星，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了，老贝贝？你想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海洋之星，就是好。对不起，我没带脑子。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哎，各位。顺着这个风，你们是否听到了一点歌声？我听到了银铃般的歌声。多方千里，只要寒中水晶，一生和你相依。哇，太美了，真自然，对呀、啊，非常好，特别好。你们好。啊，我们三个人都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我们两个是老师，这个优秀的孩子是今年刚考进我们学校一年级的高一啊，我寻思一年级这个高身高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是来就是完成一个视频作业。太巧了，西林拍过的全都火了啊！西林，现在开始拍，三二一，走。我跟你讲。我们帮你拍好不好？好，太好了。西林是我们的导演，兼摄像，兼灯光，兼台词，兼分镜，兼剪辑。我们在旁边伴舞。我们是茶水。高导，我知道我们这儿缺什么，缺一个灯光。来，我就是灯光，给我个灯，打个板，给我个这个，谢谢老师。给我个灯光，谢谢。你是要反个光？来。来，请站这个位置。请站来，请到这儿来，应该就有光了。不，就站在那个阴影里。哦、哎，然后对着这边。啊、哦！哎，你看看。哇，太专业了。哇，蝴蝶光。你这个光也是没有反到人家脸上啊？请问呢？不对，是对着这边。我对着这边。哦，不对，这边就是那个。等会儿。等一会儿啊，对着这边。好。不是，这儿反不了光。反得了，可以反。不是，只有这儿才，你。光都没到脸上，不好意思啊，他们都是被拍的多，拍别人还是少一点。来吧，可以了。哎，这样你在这边，老师再给我一个光。来，开始。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我盼望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真的很紧张。非常好，特别棒。那各位老师，然后妹妹，我们晚上见，好不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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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好，谢谢，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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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哎，说，喂，什么？喂，什么？我听不见。哎呦，你信号不行还是我信号不行呢？喂，喂。嗯，没信号啊，都没信号哈。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好嘞，多少联系，拜拜。哎，你有信号？有啊。为啥呀？你没有啊？我都哎，刚才这都没有啊，这信号都不行，这打电话这十个字能听俩。我这电话肯定有信号啊，嗯、中国电信手机直连那个卫星。啊？我跟 你连的卫星打电话？嗯，像在海上、在山上、戈壁这种很容易没有信号的地方吧。哦。只要用支持天通卫星通信的手机，开通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就可以打卫星电话、发卫星短信，作为应急通信保底手段，给生命添一份保险。哎，赶紧我得去搞一个。因为咱们在大海上嘛，就是如果让你们去荒岛求生，选择一个朋友，你带谁？然后带三样东西，带什么？来，玉琪先来。好坏。昨天有多么快乐，今天就有多么痛苦。来吧，玉琪。找有用点的人。有用点的人。谁最有用呢？厨师。哎呀，你带三样东西呢？那岛上也没网。卫星电话能用上吗？哎，哪里可以用卫星电话呀？荒岛就可以，有卫星的地方就可以呀、啊。真的吗？对啊。现在哪家有呀？中国电信啊。真的呀？哇！什么？我们是中国电信赞助的。涛姐，就这个。哦，是。用手机直连卫星，让旅途多一份安心。天哪，你这么半天啊，你这玩意儿有在这儿呢，可以带手机，可以带手机。哎，你带手机，你怎么充电呢？哎呀，他都还没说呢，你先说。带一根笛子。带一根笛子。然后，戴墨镜。漂亮，很酷的答案，戴着墨镜吹笛子。不是你没有求生的欲望，你是在等死是吧？你怎么没有一点求生的欲望呢？你，来我来吧，我带贝爷。哎呀，你怎么抢了？你是不是听到我说话了？没有，我搁这说半天了，我说我要带贝爷。德爷也一样的，德爷、福爷、贝爷都行。我带贝爷啊，我带贝爷。那我带德爷，然后带三样东西：打火石、那个军刀、野外求生的那种特别好用的那个绳儿。实际派，这个是。我是。极其想在荒岛里面开垦一下的。我想和烟花大师蔡国强一起去。哇，好浪漫。因为我觉得他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求生烟花。哦，求救求救信号。对，即便是生命最后一刻也可以绚烂的绽放。然后我还想还有什么是可以，就比如说你像鸡，它可以不停地下蛋，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可持续化的。就我想有一个什么可持续的，或者是带点种子。哇哦，我们能活到它那个就是种出来的。第二个话题，如果你们唱一首歌，只能给一个人唱，这个人是谁？想给他唱什么歌？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我妈吧，因为我妈特别爱唱歌，她怀着我，她说她听的是邓丽君的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会给他唱《甜蜜蜜》吧。我想给我妈唱歌，因为我，就是我想给她唱她小时候哄我的一个摇篮曲。给我外婆唱首歌吧。
他是说客家话的。他阿信，最近我说嘛哎，我说我最近在写歌，但放国外放把本爱汤，但我发给他听之后，很多时候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呢，我想说有一天我要写一首客家话的，给他写一首歌。哇，真棒！好。哎，但没有想过，因为爸爸妈妈就老听我唱歌。我觉得某一个画面是让我比较怀念的，就是第一次唱歌的那个画面，就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把我放在肩上，我在他肩头唱的。我爸妈在散步，然后我爸就这样架着我，然后那会儿小时候反正是看电影嘛，听到的那个就是妹妹你大胆你往前走啊，往前走我回啊头，就是我其实怀念的是那个画面。爸爸和妈妈的抉择非常难啊，我都很爱。哎呀，更想还是爸爸多一点吧，因为上一季也聊过，我一开始唱歌是家人是不是那么支持的，就是我妈妈是属于一个平衡，她也听从爸爸的意见啊，也听从我的意见，但我爸爸就是坚决说啊不可以啊，你就要好好学习。对，那我就是一直跟他就是反着来，后来就是听了老师告诉他说。为什么不让我早点去学音乐，是吧？啊、嗯，然后后来也有好多他身边的同事，也跟他说，哎呀，说孩子喜欢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吧。现在我们的父子关系等于是各退一步海阔天空，然后现在关系非常非常好，越来越好。而且他在我背后默默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是我到现在才从我妈妈口上告诉我的，他不会告诉我，他就一直默默付出对我的爱，就是这样。嗯，做了特别多，我亲自想跟他写一首歌唱给他。不是说音乐可以起到疗愈作用吗？我也希望有一天音乐能疗愈我们这个地球，地球母亲。Wow. 就是希望音乐可以作为疗愈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一颗种子吧，然后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感受天和地、阳光与能量吧。感谢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约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健民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来吧。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有故事意，你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哦，好美丽。无暇的来临，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你迷人的魔力，我如梦起意，爱不可思议，我妙不可遇。海域的季节，开满着美若天仙的海域，哦，缓缓慢慢的夏天，在热
恋的季节，我坐在湖边开始轻描淡写，我坐在湖边开始轻描淡写。你是站在门外他知道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知己的花衣裳，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知己的花衣裳，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年少的轻狂，赤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赎罪的渴望。推开世界的门，谢谢。Could I have
that you've got rid of me, of me. So what is it exactly? How much pain did it cause? If I said something different, would it help you at all? Would you come back from heaven so I'd watch you from hell? What if, what if? I'm so sorry it happened.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just the boy on the news, but still a sting on my heart. Though my words could be worthless, but a praise around this. What if, what if? Yeah.
我会是呼吸的氧气，爱是种荷尔蒙信息的篡改，人心注定死心不改，你总共有过去现在未来。小鹿乱撞，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草莓，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决定今天就要停息，没想到在这里我们就将要分离，为何回忆偏偏在这翻来覆去，谁又要回到梦里 and say we better hurry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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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到天黑之前就别再流浪，怎么到现在才发现电脑从不远，人从不远，谁又在梦里回答要去哪要去哪，没发芽没长大，谁又在梦里留下没说话没声张留在身旁，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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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
了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的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抹除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股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看见不同的世界，更要棒棒的身体。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哦，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请指引我靠近你。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不禁照亮我前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最近有个游戏挺火，姜子牙草，白举钢刀。哎，流涛水流也可以吧？可以。涛水流哦，可以。对，张玉奇才。哦，这个好。小城里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
洗涤过的回忆，我记得你骄傲地活下去。他们帮我造了个家乡，造了一个避风港，外面困难的路我们总一起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